天给我的客厅换个纱帘，缠了好久了。哇哦，女孩子是抵抗不了白纱的，仙女。不玩了，赶紧干活，这个窗帘太旧了，一动它就掉渣，每次趴地上擦完地一拉窗帘就全毁了。纱帘选的树百叶窗的，这款跟我的客厅感觉很搭，场面控制不住了，全掉完了。这个房子真是什么都能掉，开始按另一边，好期待装完的效果，一定很美。果然更有 feel 了，来点风。上次厨卫门改造失败了，我又寻摸了个新方法，泡沫墙贴，贴上肯定不能漏花了，这回再不行我就彻底死心了，直接在之前的玻璃纸上贴了，撕下来的时候好撕，立马高级了好多，我觉得赶紧全整上看看效果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好难撕啊，这个幸亏我有先见之明，比这好看多了，云泥之别呀，赶紧另一扇也整上，这还能擦下来吗？这效果绝了，高级，老花门拯救成功，嘿嘿。